队友感染丧尸病毒，这是什么猎奇的？就是玩就装那种僵尸玩吗？合作跳 Unit 现场教学游戏当然了，用如果那么造句。这个当然了是什么？当然了是什么？那我们把大家都翻出来看一看嘛。我也想，我觉得这个好像蛮，都好像蛮有意思的。上次玩过当然了那个。哦，分成两队来玩玩简单又刺激的当然了游戏吧。赢的那队自定惩罚，请用如果那么造句。如果这都选不中，那么失败就是故意的。这个人就是想让我们选他。如果有机会可以和前辈合作 Unit。如果队友感染丧尸病毒，但明明没有发作，且只有你知道，你会怎么做？会救你？杀掉啊！你怎么做？暗中杀掉是吗？那你们想选哪一个？当然了，就是。那这个到底是怎么玩啊？就是假如说你是不是问你一个问题，只能必须回答？就比如说你是傻的吗？当然了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类似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玩的。那我们就玩这个吧。啊，好，好，顺从民意。从哪边开始？要是两个人一组吗？就直接这样轮过来，轮过来还是说？要不然你从你开始，你每个人问一个问题。从那边开始，我的问题都很弱，也不用每一个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问你想问的人，自己挑一个对象好了。你挑一个，你想问谁？我喜欢被问，被问啊！哦，我懂了，你是比较被动的。是的呢。哦，那这样好了，我问你，然后你再问兔子，这样就我们就是，其实我已经有人是一个完美的结局，对吧？就是那大家，其实大家可以问自己想问的人，对，想问的人。那北哥，看来你很想问阿星，那你问吧，你先开始。对，我这个问题一定是发自内心的，对，说，比起 H 队，你应该更喜欢 N 岁，对吧？你这个好弱，我想问的，当然啦，哇。别成 cut， 切换播放。哦，前面我有个问题。哎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哎，怎么问来着？就是你是不是就已经就是真的只想待在广州公演了？啊，你们都好，当然啦，当然啦，当然啦。哦，谢谢前辈。好吧。哦，粉丝都说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舍不得你离开了，真的。好，快了。好，单方面决定了。你那还有谁？阿信，你有想问的吗？你有想问的？我再思考一下。好，那兔子，我想问你，想好了吗？对，但是以前有提过的。我想问你，问我，你喜欢男人吗？当然了。对镜头回答100遍，当然了，又循环播放剪卡的。因为我想到以前你某一个很自信的说了一句，对，始终不改是吧？啊，不要欺负我。那鱼呢？鱼呢？不行，我想的暂时都很低级，要不你先来。我想的也很低级。他刚刚那个问题也很低级，没关系，没有比刚刚那个更低级的了。来，你来，你问了吗？哦，我问了。看，主要是你想问谁，或者是对，再看着。那今天寿星你最大，随便问，我们不会生气的。仅此这一天，对，想问什么问什么，没关系，可以。我想想，前辈，你下次来广州会带杨姐来吗？杨姐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没事，等。我跟你说，我腾出空间啊，我腾出空间让给你们。我这里有空床，啊，我可以来你那睡。爸爸这睡，来爸爸这睡，对。不是带他过来玩，就是你只能说那个三个字。对，你要回答三个字。当然了。天，这是什么强行课堂？有意思，有意思。你呢？不知道前辈现在应该开始订机票了吧？如果带杨姐来的话，就是得我买机票。哇！
是哇，太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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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富婆吗？请联系我。我的微博是，对，嗯，那你的，你有、我还没想好，你问了吗？我问了。哎，你问了啥？我问了，哦，我问了，问了，嗯。那问阿信一个问题吧。怎么都问我？因为你说你喜欢被问啊。那选被问啊。你来 N 岁就是为了我。哦，当然啦，当然啦。啊，你生日公演我一定到。我想。哇，真的吗？哇哦！哇哦！受宠若惊，羡慕了，好开心，羡慕了。你们听到他答应我了啊！我生日公演那天，他一定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。买机票是吗？啊啊！哦，买机票吗？什么？买机票吗？左静言吗？我突然幻听。那你要来问一个吗？问一个吧。想到了吗？问问嘛。那你生日公演，嗯哼，能再请多一个人吗？杨姐吗？啊，哎呦，我懂的。你请一个嘉宾，然后还附送一个，这真的是哇哦，好值哦！我懂的。很想 H 队的队员过来吗 ？H 队对对对啊！你想谁过来？完了，你们这样问我就尴尬了。H 队又不止袁一琪跟我玩的好，那整个队都过来是吗？孙珍妮啊，孙珍妮啊，哦，还有洪佩云呢。哦，都希望他们三个人能够一起。坐飞机过来看我，对，如果冷餐不够位置，坐台下也可以。对，他们说凭什么？嗯，还有谁想问吗？我来问嘛。好，阿星啊，今晚有空吗？当然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拆盘。好啊，有没有？我终于圆回来自己的那个了。还没有人问北哥哎，谁想问问北哥？问问北哥，没有人问吗？嗯，当然了。有人要讲。其实你一直对我有非分之想。当然了。我信了，这句话我信了。你不是应该你是有多想？没有。嗯，还有谁想问吗？都问过一轮了吧？都有，都有问到，轮了一轮。哎，不是啊，其实都是在问阿星前辈。我觉得这个 MC 谁让他一上来够了就行了。谁让他一上来就说我是被动的，那我们当然要好好问一问。当然是问你了。你们有没有深处呀？有深处吗？什么？我又可以在线听声音了。当然啦，反应突然就想说当然。没有深处，我没有。那。有吗？有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既然没有，当然。阿星前面听不到深处，是不是很可惜？哎，好可惜。居然没有一个人有深处吗？哎，那还是有一个吧，对。那有一个，那就。那我们就祝邓丹慧生日快乐！哇，小圆，你居然 get 到我，哇！我们就有请下一排的小伙伴吧。耶！